咁啊，龙来了都系一啲好后生嘅马嚟嘅，咁啊样啊相当好款嘅高头大马。好，龙来了搞掂，马神好运顺利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五场赛事四班千四大热十一、十二起飞，其实两只都起飞，准备。一跳出嚟嘅时候咧，遨游之星抢住出闸啊，响外边占先嘅，内栏风筝都快啦，中间夹住马神好运啦，进占第四位黑衫咧系筋斗云啊，最出紫色衫第五位独角宝宝啦，内栏龙来了啦，中档啊宝贝儿一路顶住咧就进优自在啊，咁啊马林中间白衫蓝眼罩赢多多啊，后边五只健康马内栏枣红衫嘅，出边赤之红心啊，呢三位置系前进，暂时电落一对高耀之星同埋六三天天得落嚟噶，咁啊转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咁啊呢只独角宝宝咧。就走大外档，终于都杀到埋嚟啊！最快嘅，跟住第二位遨游之星啊，咁啊内栏第三啊风筝啦，第四位外边咧就系呢只马神好运啊，包住佢啦。第五位咧黑衫系筋斗云响第五位啊，外边位置进优自在啊，中间宝贝儿一路顶，咁啊再内栏位置仲有龙来了，咁啊响外边位置咧就系前进啦，咁啊再好多层啊马啦，先见到蓝眼罩白衫啊赢多多啦，最出嗰边系赤子红心啊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占先系遨游之星啊，埋边啊独角宝宝未散噶。咁再見到中檔位置上咗少少嘅馬神好運啦，入邊啊風箏啦，中間位置咧就筋斗雲啦。咁後多層嘅馬先見到咧，就喺呢只天天得落綠色衫揾到位啦，鬥到嚟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仲係遨游之星啊，但係中間上嚟咧有筋斗雲啦，入邊啊風箏唔散啦。咁再外邊位置仲有天天得落啊，接近終點三隻馬平排到啊，中間位置係風箏，外邊啊筋斗雲，相當接近啊。埋邊咧咁啊仲有呢只遨游之星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臨尾嗰百零米都鬥得相當精彩啊！好彩早打開啊，嗰只筋斗雲，如果唔係俾人壓住嚟跑，又爭啲噶。望落去第一眼咧，筋斗雲啊佔先啲，不過風箏咧，終點嗰步咧又好似伸長條頸壓落去要影相。第三咧就埋邊遨游之星，咁啊第四名嘅馬，咁啊係天天得落啊！十四號嘅風箏係咪壓翻落去咧？終點前一步啊，唔係如果贏咧就。四十六倍啊！何泽尧啊，嘛外面筋斗云啦，影相头二马第三名咧，就见到十二号啊，呢只就系遨游之星，咁啊第四咧就系外面十号嘅天天得落。咁我睇下真系有得影下我哋嘅。守住最靓位啦，做段贴栏啦，跟住有遮挡，睇下预计派彩先。跑第一名咧，十四号风筝，独赢咧就派463蚊，位置派97.5。跑第二名系九号筋斗云啦，争一步啫，位置又派23.5啦。跑第三名十二号遨游之星，位置派21.5。跑第四名十号嘅天天得乐，连赢九搭十四派1548蚊。二重彩十四号九号顺序派3831蚊，三重彩十四号九号十二号顺序咧就派41329蚊，单 T 系4298蚊，位置 Q 九搭十四派408.5，十二搭十四派448.5，九搭十二派98蚊。哇，两一分零一分二十一秒七四啊，表证时间差唔多。两个最好冇食条 Q 啊！今日啊，两个马房都好好啊。咁睇下三计预计派彩啦，胜出再俾三其他冷门21.5。如果起码就落库存。
即系好近啫。洛飞系遨游之星嘅话，今日唔喘啊，睇嚟啊，都几有威胁性走势。系啊，早段其实都唔系好慢嘅，第三段拉快咗啦。咁啊，跟斗云佢一个关揸步，都发挥得好好啦，班德利啊。系啊，冇计，鸭上鸭落啊。系。其实睇前后都好似系佢赢嘅，就咁啱嗰条线咯，系啊。有啲晕啊！何振要 keep 住，何你话斋停赛之后日日都买，有买赢喎、啊。都估唔到呢只啫，即系七连胜啦。睇落去跟住嗰啲嘢偏冷门少少啊，嗯，上风啲嘅川塘专区啦。遨游之星洛飞嘅得手啊，进优自在临尾得翻28蚊嘅啫。咁啊，結果咧又係一路喺出邊咁啊！唔係五班馬啊嘛，呢組唔同上次咁我位踩。大家又真係好似見到洛飛咁熱情啊！睇下四連環嘅預計派彩先，9號、10號、12號、14號派9549蚊。四重彩嘅預計派彩啦，14號、9號、12號、10號順序派306223蚊。今日啲四重彩都真係好好分啊！你話今日三 P 要揀到？场场关关都冷嘅，多马拣到咪就闹都唔使等小马啦，睇下美军会唔会简单啲啊？梗系整蚀啲啊，冷门入嚟，你除非揸住阿洛夫唱摇滚辉咁就得啦。佢又有啲似中城区咯，因为中城区又系之前嗰场跑到住赛咁，跟住又跑到入嚟，呢只又系上次跑到一住赛咁，输咗8个几码位啊！佢輸住賽，仲要係初跑U路程冇根據啊！巡邏影片睇翻啦，四檔起步風箏相當之快嘅，咁啊都係順住攞翻條欄啦。其實佢次次都係咁跑嘅啫嘛，只不過今次騎落只馬突然間咁勁嘅，之前都唔知失望咗幾多次啦。咁啊，但係我當一對馬埋緊嚟，遨游之星啦，最出邊獨角寶寶咧都騎咗一輪嘅，中路就馬神好運啦。咁啊，另外嗰只跟斗雲都守住好位噶啦，進優自在就全程俾阿潘頓咧一路攝住嘅，潘頓就寶貝兒啦。但係約第八位都見到龍來了，贏多多，跟住就嗰只初出馬啦，健康馬啦，赤子雄心啦，另外前。进入蓝色衫嘅，包咗尾，高耀智升，天天得落。头两段步速咧就慢少少嘅，夹埋都三线岭啦，系转弯嗰段咧就快翻三线岭，拉匀嚟嘅就唔差远啦，咁啊中等偏慢少少嘅。咁啊莫奈咧真系蚀唔到啦，不单止冇三碟，仲有沿途四碟望空啊，咁啊冇啦，大佬呢场唔系五班喎，四班边度蚀得起啊？呢啲咁嘅走位，咁啊前边就步速偏慢啦，咁啊所以翻嚟咧就基本上前面嗰组又唔系话好散噶。遨游之星咁啊唔喘就起翻到啦，咁啊跟斗云啊其实都跑得好靓啦，跟住个好位直落骑落都有，咁啊最估唔到啊黄金包箱位只啫，咁啊初次上嚟1400，哇点知骑落去啦都越打越劲，咁啊仲要赢埋添，真系估你唔到啊风筝。究竟系赚咗少少嗰个形势啊，定系真系大幅进步啊？睇翻张后马相先，哇风筝啊爆冷罗夫全今日对起个妈啦。沙田1400贏喎，風箏啊！咁守住最靚位啦，做段貼欄啦。第五場都覆榜完畢啦，派彩作實。位置 Q 派彩9搭14派408.5，12搭14派448.5，9搭12派98蚊。三解派彩啦，勝出在 A3 其他冷門派21.5。二重彩派彩14号、9号顺序派3831蚊。四连环嘅派彩啦，9号、10号、12号、14号派9549蚊。四重彩嘅派彩14号、9号、12号、10号顺序派306223蚊。孖宝啦，头关三美军14派3061蚊啊，头关三美军9派101.5。分段时间啦，头段13秒58，第二段21秒94，第三段22秒88，完成时间末段23秒34，完成时间1分21秒74嘅。